蜂拥而上，对，给这岳云鹏给这俩人家给人喷的，那怎么没人说呀、啊？你现在把这一些责任全部骂到岳云鹏身上了，这一些这竹板书，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肯定是郭德纲教的他。郭德纲教了什么呢？百姓评说当今事儿，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北京天坛马哥去聊德云社岳云鹏，有理有据赞美岳云鹏，好与坏，喷还是捧，根源在哪里呢？一圈三连，听听马哥说的是否在理吧。马哥，这首歌熟悉吗？这个啊，这是德云社岳云鹏唱的，真棒，马哥，他唱的。这是谁的歌知道吗？谁的？这歌可老了，这歌是80几年发行的，这歌离现在小40年了，39年，39年了。您说39年，因为我查了查，这个原唱也是台湾一个著名的歌手，谁呀？许秀春。许秀春是谁？是一女歌手。许秀春一说不认识，但是她的艺名你们都要一说都知道。谁？龙飘飘，你不知道什么龙飘飘、凤飞飞，这不都有？徐小凤啊，徐小凤啊，邓丽君，这不都有这名啊？刘文正，对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家这个谁，岳云鹏在天津相声春晚，他没说相声，说也可能也说了，但是相声没记住。但是岳云鹏唱的这首歌流传起来了。嘿，他也邪性，他母唱什么，这歌儿别管怎么着啊，哎，就能火。本来都忘了这歌了，还真是，他就得红一阵儿。你看现在网上那么能就播这歌。他曾经在去年啊，在咱们央视春晚，他走下台来跟大家一块联动，也唱了一首歌啊，那歌更上口，对，是不是？那个咱忘了，忘了那得调了。唯独这回岳云鹏还能的，春节相声春晚，他说段相声，对，咱不评那相声。他在这个元宵晚会的时候，也是央视，他唱了一个。竹板书，这些这竹板书，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啊。没错，说句白话，这也是箱子底儿的东西。对，一般人没人唱这个。对，这也是不用说了，这肯定是郭德纲教的他。没错，是不是？郭德纲把箱子底儿抖了抖了，来这么一段。这段戏，说完相声以后，春晚都不知道他15还上，正好这15的时候，岳云鹏又上场了。这个反响比说那相声是可他妈亮多了啊，反响大。哎呦，这底下网友哦，这哎呦，这捧不是捧也没用，对，玩意儿好，没错，是不是？你说它好，你播出来以后大家不爱听，这调儿不好拿，这调儿比较上口。你说上口吧，你别人要是想跟着哼哼，还他妈不好哼哼，对，还净这小弯儿，是吧？小弯儿。有点像那个跟那个说那京韵大鼓似的，他那个后音儿，他拐一弯儿，真好听。所以呢，就说这个春晚，说这个说人岳云鹏的啊，看人家说那个相声说的不好，是吧？那什么玩意儿，说那意思，根本就不搭调，对，根本就不叫相声，这就变出魔术来了。我就说这个，说人那东西没用，都说的不好，咱又说抬杠，那他怎么上春晚了？还真是，还有唯独这40年春晚就这么一段相声，这回那这变机上去了，那导演组干嘛的？对，是不是？而且你彩排了多少回，就没有底下这个看出来，这相声不行，得换。对，人不见得换啊，这相声这变机这个得换一别的，那怎么没人说呀？真是，是吧？你现在把这一些责任全部骂到岳云鹏身上了，跟人买本人没关系。你说你让你换一段相声，那岳云鹏和孙越也不见得说这俩人合作了好几十年了，有的是，那兜里也不见得就这一段相声，对，是不是？拿一段说实在的，那意思都比这变机好，你怎么就让他变机？这一说出来以后，这锦鲤这底下这大咖，这相声界的都是相声口的，没错，还包括不是相声口的，是不是？这一些网友就蜂拥而上。对，给这岳云鹏给这俩给人喷的，反正这俩都没有还手的之力了，你知道吗？但人也不说话。这是刚春晚刚说完，因为他的相声他是节目第二个节目，对，还很早，而且他那节目那天还挺早。哎呦，那春节晚会还没演完，这底就上来了，喷人家就喷上了，你知道吗？
一喷他不要紧，把德云社都得烧上。真是，这一说是德云社派出来了两个说相声的，对，扫这德云社的这威风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事儿，所以有人就这里也好多人就说那个说七说八都有，有人就埋怨郭德纲，哎呦，他这相声，郭德纲你怎么让他上？像回事，他想说你就得给他拉回来，这相声给咱德云社争不了光。你说这些东西，连郭德纲这脸面都丢光了。其实这里剧情咱到现在咱也不知道怎么就上了这段相声了，真是是不是遭到大家伙的那么喷？郭德纲也管不了这事儿，也管不了那么吐槽。哎呦，这些人，可是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。紧接着，岳云鹏又上了。你知道吗？对，这岳云鹏上来唱了一段竹板书新花好月圆，一下就给这些喷子都给闷，喷子们这嘴啊全堵了，说堵上吧不见得、啊、就那意思惊了，惊了，没得说了。你说他好，你说他坏，说好他当然这帮喷子刚他本来就恨德云社的人，他不想说他就不说了，好他也不说好了。对，可是这些说好的真正喜欢德云社的人，确实这玩意儿也好，哎呦，一蜂拥而上，就把这个德云小岳唱的快板，这叫竹板书。你看现在听听，真他妈地道，我真爱听。有时候这个呢，他不放全了，他哒哒哒，有时候就放一段儿。那小弯儿特他妈好听，尤其这还给你配那景儿、啊，对，是不是、啊？那更好，他不是舞台效果了，他放他这舞台的声音，配的外头那景儿，看着特美，特美，我就放的都是南方的那个水景，没错，水景，是吧？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所以